化完妆了吗？马上。饭马上好了。OK。吃饭，吃完饭出去溜达。先来个大皮子，这个羊很好吃。嗯。好吃。是吗？你这大早上吃这么好的，我尝尝。主要剩了都。哎呦，这造的。嗯。你自己刮吧。嗯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好多天了，第一次化妆。你刮这儿，你刮这儿。好。今天天气真好呀，阳光明媚的。看你后面的阳光，哇，它爆了。前面就到供应站了。好，是的。嗯嗯。几站呢？公交就咱俩，包车了。四站啊，四站就到了。再见。行程主要就是看那个《飞越中国》，然后啥这是？电影票，工会发的电影票。他可以给几个人看呢？他大概能有个200块钱里头。哦。现在已经走了。过了。打完球就是这场。换成2号线，到站了。笨死了。代驾不喝水，除了就渴是吗？不好意思。这专业啊。走，你喝吗？这里人挺少的。嗯。飞机。晒呀，好晒呀。天门山，天山。排队检票。哇塞！总共好像加一起得有20分钟吧，没那还够就结束。就这个，这个。干杯！我也干了。开灯，准备做饭吧。饿了。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再说吧。行。来，面发好了。开始弄了呗，这个馅儿我已经弄好了。一个酸菜馅，一个猪肉榨菜馅。行，面也发好了。别给我拿回去。好，紧吗？还可以。可以。我还得醒呢。还得醒多少呢？15分钟。开始。你看能摆多少吧。好吧，弄了一点肉，你那个几乎都是肉。包包的吗？这不。对，包很自然。肉没事儿。好
包我的蒸馒。我要那个烤箱烤的包的，你往新疆烤包了吗？一个点能放几个？看能放几个放几个呗。好了吗？你想吃吗？好。小心点啊，别烫手。放心吧。二十分钟是吧？嗯。这是包第二锅了吧？二十分，对，第二锅的，两份馅儿。那你能卖的那个有多吗？太实惠了。第二锅开始，弄了一大桌子耶。撒芝麻。哇，咱们这个还是比他们卖的要厚点。对。哇，好热。卖的那么脆，咱们这料太多了，这。但是这个感觉确实不错。咱们这是加胖版的螺蛳粉。哇，螺蛳粉。嗦粉。里边还有蛋呢。嗯。什么蛋？鸡蛋。好。吃锅盔嗦粉，我感觉像一个像在夜市一样。嗯。这酸菜馅的吧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这火候其实刚好，是吧？酸菜馅挺好吃。嗯。